敢问你是？我们倩儿小姐是豫章王妃的表妹。哦，是倩儿小姐。来，快快有请，有请。阿武姐姐何在啊？哦，王妃与宋将军正在有事相商，要不倩儿小姐先去正堂等着。罢了，第一次来豫章王府，我自己逛逛吧，正好认识一下。那老奴派人带你看看。 不用了，我们家小姐想自己走走，你先下去吧，一会儿我自己去找阿武姐姐。好，王妃在后院呢，倩儿小姐你自便。这豫章王府倒是有趣，空空旷旷的，像个军营一般，不过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 这么重啊！这怎么打仗啊？哎，去那边。这豫章王府啊，还是无趣，真不知道阿乌姐姐是怎么在这住下去的。还没我们琅琊的府邸好呢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王室在京城的府邸。哎，小姐！小姐！ 此话当真？是。心甘情愿，无怨无悔。是。一心一意，心无旁骛。是。起来吧。玉秀是我最亲信之人。 你是萧琪最信任的部下，如此亲上加亲。从此以后，于公、于私、于军中、于朝堂，你我四人皆荣辱与共。你可明白？还以生命向王妃起誓，定会对大王、王妃一心忠诚。 若为此言，比万箭穿心不得好死。我信你，小姐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没事吧？小姐摔哪了？啊！我的镯子。 小姐，就是他撞的你，就是他撞你镯子才会碎的，就是他。还说不是你，要不是你撞我，我的镯子怎么会碎？你给我起来！要不是你撞我，起来，跪着，跪着，起来跪着给小姐赔罪。要你赔我镯子，要不是你撞我，皇后送我的镯子怎么会碎？王妃，倩儿小姐要命人把玉秀杖毙，什么？ 别拦我了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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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镯子真的不是玉秀弄的。要不是你碰我，我怎么会摔倒？镯子怎么会碎？王妃，真的不是玉秀。还说不是你，装什么可怜！你起来，拔起镯子。你给我听明白了，你口中的贱婢。 曾经用自己的命救过我和太后的性命，就算这镯子是她弄碎的，也由不得你动她半分。我打她两下怎么了？你看清楚了，这是豫章王府，想焦纵，滚回琅琊！我是你的妹妹，你不配做我的妹妹。好，你等着，我定要讨回一个公道。滚！
快点带玉秀去看太医，当心他旧患复发。小心，王妃放心，玉秀已是怀恩未过门的妻子，定会照顾妥当。快走！简直目无王法！把我第一眼看见，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王妃就应该给他一个教训，竟敢在王府里撒野！